这次的角色很适合你，造型也很特别，后续我们会联系你的。谢谢。好，辛苦了。不客气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张大记者，可把你盼过来了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下演出资料。以后啊，你得好好给我们写写。行，我等你啊。哎。南坂天鹅湖，陆芳，姓挺独特啊。打听个事儿啊，陆明集团的老板是不是还有个儿子？啊？先生，有您一封快递。好，行，去吧。怎么样，雪子？哎呦，好啊！哎呦，真好！哎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天哪！别动！别看！老陆，老陆，干什么呢？笑那么开心？干什么？再看你干的好事儿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都干什么了？你看看。